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主播肖军，欢迎收听读者。今天晚上想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作者七先生。结了婚，你怂了。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结婚这几年，你怂了。许多事儿，你没了底气。你满心欢喜地拿起了哈根达斯，最后换成了老冰棍儿。购物车里收藏了新一季的流行款，最后下单的却是外贸尾单。出门点开了打车软件，最后默默地多走几步去了地铁站。你终于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。两张电影票你做成了西红柿炖牛腩，一次美甲你变成了孩子的小衬衫和玩具，一盒又一盒的化妆品抵消了孩子短期特长班的学费。你好像学会了过日子，你不可爱了，不漂亮了，没情趣了，你早就向生活妥协了，接受了他给你的人物设定，照顾好所有家人，做一个贤妻良母，任劳任怨。生活拿爱情这块糖骗走了你的少女心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是某某老婆，后来你微信名字成了某某妈妈，你能听到有人叫你名字的场所越来越少了。是不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？结婚这几年，你不见了。没有人问你累不累，需不需要帮忙，你也终于明白，结婚时候说的那句我愿意是什么意思。无数琐碎的柴米油盐都在劝你，算了，浪漫下线，甜蜜下线。你终于变成了一个无趣、没有自己生活的中年女人。所以，你对婚姻失望了吗？这时候，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婚姻还需要爱情吗？有人喜欢阳春面，有人喜欢面上浇一勺红烧牛肉，有人喜欢酸菜鱼面。谁能知道哪一碗更好吃呢？催你结婚和劝你离婚的都是同一拨人。你说你就爱吃阳春面，有人给你夹煎蛋，有人给你夹红烧肉，有人给你夹香辣脆藕。他们都是好心，可你就想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阳春面。有人需要爱情，就有人不需要爱情，谁都模仿不来对方的生活。不要嘲笑中年女人怂，再也不敢为了爱情奋不顾身。谁都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那一刻。那个穿着围裙做糖醋鱼的姑娘，转个圈跳个圆舞曲也很好看，你不是她，你怎么知道她等老公回家吃饭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呢？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糖醋鱼不快乐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知不知道糖醋鱼快不快乐？一生戎马征战沙场，却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渴望解甲归田、柴米油盐，不过就是欢喜一场。英雄给了前半生，柔情给了后半生，你开心就好。婚姻百态，最重要的是你对那个陪你共度余生的人的态度。甜橙有青鱼，苦瓜有鸡蛋，辣宝有可乐。跟谁过一辈子真的很重要，所以苦点累点才愿意。总有人平淡生活里知足就长乐，也有人奋斗奔波的生活里苦中有乐。世界那么大，
你才见过多少对相爱的人啊。如果有一天你想恋爱了，问问自己，你介意一个人陪你一起吃火锅吗？你介意把你家的猫介绍给一个陌生人吗？你介意别人浪费你的时间吗？如果你想单身，希望是你选择单身，不是单身选择了你。干嘛谈恋爱？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，就是为了图个第二杯半价？手机不玩游戏，对着手机傻笑，微信聊到大半夜，就等一句晚安。好像一见钟情都没有涨工资更有震撼力吧。生活完全可以自嗨，你喜欢的电影两个小时一场，你喜欢的美甲两个小时就美美哒，你喜欢吃的羊蝎子火锅两个小时涮得肚子圆饱饱，你喜欢逛的街，追的剧，读的书，跑的步，旅的行，做手工，养绿植，养宠物，只要你大步奔向生活，生活一定跟你撞个满怀。这一切你愿意跟一个人一起分享吗？你觉得维系一段感情有意思，那就花费心思去经历，你觉得累，那就放弃，纠结什么，犹豫什么？水深有深水的乐趣，火热有热火的激情，倒是你左脚水深右脚火热，这个玩法有点刺激哦。许多决定当时不后悔就好了，谁怀里不揣着一瓶修正液在过人生啊？错了就改。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你说什么叫幸福？有人结婚就幸福，有人撸串就幸福，有人徒步旅行就幸福，总有人过着你意想不到的生活。心里苦的人看谁都苦，恐婚的人到哪里都见不到秀恩爱的人。因为不在同一个世界，你千万别傻到拿别人幸福的场景往自己身上套。别人头上漂亮的小发卡，对于孙悟空就是紧箍咒。你凝视深渊，世界回你深渊；你凝视星空，世界回你星空。别担心恋爱会痛，婚姻会痒，拿出点恋爱的架势来。你看，蚊子再倔强，不也在花露水面前低头吗？小龙虾再嘚瑟，最后还不是一锅麻辣味儿。就算没力气爱了，那就再攒攒，人生很长，消消乐还得凑三个一起消呢。别把失望都攒到一起等大爆炸。人的记忆有限，如果只有64G，请你务必先储存我爱你。你结婚，希望是你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比自己多一倍的乐趣。好的婚姻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你增值，你身上有你所爱之人的技能、气质和生活的态度，你也愿意把自己的时间、观点和世界与他一起分享。下得厨房一起洗手做羹汤，上得厅堂一起畅谈理想走四方。别人都笑你，结婚后你怂了。其实只有你知道，生活从未饶过你。可是你也未饶过生活。你拿爱情打了一个平手，不亦乐乎。问一壶风春的酒，青丝凉，泪如潮，青丝流他方。天一转两拨
像雪路遥遥，离人便已醉，韶华浮，今宵归何处？如潮青丝柳大方。